总统蔡英文出访非洲友邦史瓦济兰，19号出席史国50周年国庆，以及国王恩史瓦第三世50岁生日的双庆活动。蔡总统是这场活动唯一的外国元首，获得最高规格礼遇。他与恩史瓦第三世并肩而坐，欣赏史国传统舞蹈一对表演，两人不时交头接耳，气氛愉快。恩史瓦第三世致辞强调，台湾在联合国组织不能缺席，应该要参与所有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发展。蔡总统也以瓦条来形容两国关系，强调当许多国际组织选择排除台湾人民之际，史国是台湾可以依靠坚定的支持。蔡总统也指出，台湾必将尽力透过教育、医疗、基础建设与农业等领域，协助提升史国人民的生活水准。晚间，蔡总统受邀参加恩史瓦第三世50岁的生日宴，两人举杯敬酒，史国王妃盛装出席，一字排开，相当吸睛。